下一首歌也是一首新歌，它很特别，因为它是我下一张第三张专辑里面，我现在要字正腔圆，这样我就是先活动一下我的嘴巴。下一首歌呢，它是很特别的，我的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曲，它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我好朋友百合花的艺硕帮我写的歌曲，它是我第一首台语歌，然后用这首歌献出我的心意给你们，要跟你们说好久不见了，这首歌叫《足久无见》。